家好，欢迎来到银禧。那我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银禧的产品。银禧的产品呢是在做所谓精密螺帽。那精密螺帽呢，就是大家可以想象到我们的工具机里面心脏的位置，就是我们的主轴。那银禧的螺帽呢，就是锁在这个主轴里面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零组件。如果说以台湾很多工具机大厂来讲的话，它都是我们的客户，所以我们在台湾的市占率有高达80%。目前行销全球40几个国家，包含大家所熟知的工业先进大国，有德国、日本、美国，等等的这些客户都是银禧的客户。目前南向国家他们是属于工具机的使用端，那我们的零配件呢，其实都是提供给所谓的可能组装厂或者是大厂。所以目前呢，如果未来他们有发展所谓工具机制造的话，就有机会用到银禧的螺帽。除了螺帽以外，我们现在有针对所谓的精密零件这一块。那精密零件它可能就会是像是不管是我们跑车啊，我们的飞机呀，或者说我们工具机里面非常重要的这个零配件。所以银禧呢，目前我们大概有90%的人力资源都是搭配我们高职端、科大端的这个产学合作。那目前呢，我们也会积极栽培可能您对机械一技之长有兴趣的这个学生们，您未来可以考虑投入这个产学合作班，那我们就会教给你这样子的一技之长，而且我们这边操作都是非常高端的这些设备。